哇，这个东大跟梅纳利啊，这是搞节目效果呀、啊！哎呦，这哥俩。好，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红中哥游戏解说。那么现在看到是正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的街霸六压轴大赛啊！来看这是败者的部分，谁输了谁就要回家了啊！朱皇梅纳尔蒂来多米尼加 ，Tokido 东大来自于日本。好吧，那一批位置啊，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是正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的2023年度格斗游戏大会 EVO 压轴大赛街霸六的败者度部分，败者度部分谁赢了谁晋级下轮，谁输了谁回家。左边是用布兰卡的啊，狮子王的梅纳尔利来自多米尼加，右边是来自日本的 Tokido 东大，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高手，他们两个在街霸五时代那都世界顶级高手了。好的，精防血板，东大的体力非常的被动了。哎呦，下不来了，我靠，很轻松的样子。好了，看一下布兰卡上来就来一个鬼翻，那想赌一下凹一下，但是没对手没有乱动。东大的肯现在感觉还是没有练出来，对方开始放电，东大开始是凹，哎，被对方进反却反。东大想拆头来的，那现在这一波电电的简直下不来了，你敢放我下来吗？全场高潮了。脱费的东大被打的简直是下不来地了，一直在天上飞啊，而且浑身带电。好了，布兰卡现在已经拿下了宝贵的一分了。进防却反，但是东大这个反应也是比较快啊。第一时间小青龙重拳打乱动，绿冲取消推板了，对方起身凹，梅纳尔蒂这个凹被东大先堵，蹦拔打破防，角落里带走，一言森龙带走对方这灯了。东大说我也要开灯了。But again, Tokido's just trying to figure out a way to smother Menace Blanca. That way, just won't have no space for nothing. 哇，想法全部被梅纳里猜到了。东大的想法全部被对方先读了。不断起身熬夜森龙，那对于双方而言，这一灯也非常关键啊。东大拼的发波，但是发波在街霸六，对方有斗气情况下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好，压制。哦耶，那现在肯再次到中段，给自己再次加 buff。 东大这个斗气割挡，对方扔出来小炸弹，哎，你敢过来吗？你不敢过来吧，对，你过来就电死你啊。都 OK， 有这个炸弹在这儿，你真的你不敢过来的。这波绿冲血刃上残血带走他了，梅纳尔利输了这一分，双方打成一平一平。知彼知己知彼啊，方能百战百胜。布兰卡是梅纳尔利，肯是 Tokido 东大。哎呀，要要要，来吧，这是要亲个嘴吗？布兰卡非常具有野性的招式，又给把东丈吹飞了啊 ！Perfect， 这个调整能力真的好强大呀，梅纳尔蒂。Ooh, trying to get that perfect pair. You can't drive rush after that and get a good, a solid punish. Yeah,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take the corner carry. Nicely done. Tokido finds that little whiff. Tokido 估计刚才被这个打 perfect 打的也是有点难。我就不信啊 ，Tokido 打还成八嘎。看我怎么来打你 perfect， 我也会 perfect。我也会，哇靠，他 perfect 没了。梅纳里又把东大关到角落里蹦发，退飞。
哎，扔炸弹，打配合前置，哎，上下得。东大第一时间直接凹了一眼森龙，果然是顶级高手啊！东大拿过世界冠军的，对不对？哎呦，又开始了，简直下不来了。你敢跳，跳也跳不出去啊！看着布兰卡动作慢，但是判定发生快啊。No answer that time though. So Kido gets away with it and lets the overhead rip. I like the jump forward from Mena. Activate. 又开始加 buff 了。Yeah. Set up the doll. Yeah. 都有得。肯奥三七杀杀绝版。这个是没有修正的，结结实实啊。是啊。死前伤害，就问你疼不疼？现在对面的 buff 状态要消失了 ，Tokido 也没有气了，体力双方很接近，双方斗气来说，哎呀，这个超杀雀板 ，Tokido 已经这急了啊！现在对于东大来说有点压力了，对不对？因为对面是两个赛点的，输了他就要回家了，输了就第五名。好，来看一下梅纳尔蒂的布兰卡能不能顶住肯的这一波压制。解头，来看一下布兰卡用自己的高超的突进技来偷袭，翻滚没推到，被肯跳入打 counter。哦，又凹一下，超杀带雀板，肯这里也用超杀凹，双方狂凹啊，你凹我也凹，来得凹吗？没有气了，肯现在没有没有气，但是他有机会。梅纳尔蒂刚才为自己的任性操作也是付出了生命代价，那么现在东大头盔朵亮了一灯。推板真的是非常优秀啊，肯这个角色一套连段就把你扔到角落里了。肯再次打汤，血量上还是带有比较有大的优势的 Tokido。 哦，又来了，东大人第几次中了，第三次中这个雀板了，把屁股翘起来对着东大投给多，哎，某旋，东大现在又有资源的时候，两颗气，梅纳尔蒂现在没有气，但是有斗气，亚尼加吗？又是一个大头，这个伤害很高的，斩杀线，就看东大能不能捕捉这个难得的一个机会，他缺少一个机会，梅纳尔蒂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呢？梅纳尔蒂突破，吕虫压制。哦，他没有斗气了，对方出一个摸血的一眼招，东大就有点难，东大有超杀，对方不敢用迸发了啊，东大小心对方的一眼的技偷袭。哦，没啊，东大失误了，关键是个东大失误了。来看一下，这是东大的肯，梅纳尔蒂赛点，如果说梅纳尔蒂这灯亮了，那么东大就被淘汰。哇哦，这波绿重连，现在梅纳尔蒂再次给自己加伤害，开 buff， 格挡被投，坏了，还在角落里选择题，两个投了，东大有三气，熬了，熬了，三气熬了。啊，怎么办？吕虫压制，梅纳尔蒂的防守非常扎实，看得出来，基本功非常的扎实，非常稳定的心态。东大现在危险，梅纳尔蒂在这扔出小炸弹，东大怎么办？这一刻，对面这个炸弹是一个。梅纳尔蒂又要凹下，东大绿虫角落里，哎，绿虫投到了，果断带走，哎，又失误抢投，梅纳尔蒂判断失误，东大也失误了，但是东大抓到这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双方打成二比二平衡，哇，每次都打成决赛的样子。OK， S 局来了，左边是来自多米尼加的梅纳尔蒂，右边是来自日本的 Tokido。
哎呦，哦，这个翻滚被东大投给多却反，龙现在角落打前得提，不能扒破防，好，再来，梅纳利还要稳住，他现在还有机会的，好，起身 ES 掌，虚弱了，虚弱了，东大要迸发吗？但对方有一颗气啊，东大也不敢乱迸发的话，对方用超杀给破的。哎，东梅纳利斗气要回复了，怎么办？东大开始磨血，圣龙 ES， 哇，没有斗气真的不行啊。OK， 那么继续来回到比赛当中，这句话是增大的赛点，等于是啊，梅纳尔蒂还在努力的把自己的劣势给他往回追。那现在绿冲偷袭没成功，东大体力已经被对方消耗到了四分之一了，怎么办？双方各有两颗气。哎呦，迸发打没打全。这招是无德任的加针的，来看东大的波动牵制能不能得到一个好的效果。炒砸再确完，东大这第四次中了这招了，第四次了吧，朋友们，危险了，虚弱的肯，对面可是有一颗气的，可以，对面还有斗气，东大发波来狙击对方的穿波。怎么办？有没有机会？哇哦，好悬！绿冲投吗？没投。对方格挡，斗气完美的格挡。现在很真的很焦灼，梅纳利也是深呼吸，给自己调整。哎呦，绿冲投，投到了，赢了吗？哇，打到 S 灯了，兄弟们 ，S 绝灯冠军是谁的？Oh my god， 来看一下这次梅纳尔蒂还敢欧吗？开 buff， 东大现在手上有三颗气，梅纳尔蒂现在不敢乱冲了，投技之后把血量给他建立起来，优势建立起来，对于东大来说，对面蹦巴打墙，哎呦，没在墙边，老是后退的话斗气会消失的。左边是多米尼加的梅纳尔蒂，日本的 Tokyo， 右边是日本的。我感觉我比他们都有紧张现在啊。好的，梅纳尔蒂的机会又来了，格挡，斗气，这是一个精防缺反，东大绿冲压制，对方 ESO， 血量很接近了，东大绿冲再次建功，地面不搞。对面的迸发破了东大的进攻，绿冲都没有斗气了，都没有斗气了，东大现在机会，这东大有三气，对面两个气，对方盖茨开 buff， 没拿力消耗自己所有队员，迸发，迸发被破，迸发，哇靠，没拿力真牛逼啊，把东大绝杀了，东大真的是，真的命不好了，运气啊，运气，实在是运气，也是梅纳利强大的大心脏的一个体现，真的是堪称冠军独战的一场精彩对决。